大家好，我是陈玉香老师的雨夜琴声，聆听台湾最古老的管风琴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黄宏仁。这是这台古董级管风琴149年来的第一次正式专辑录音。为了保有音乐的完整性，这张专辑完全没有任何段落剪接，而是耗时六天，透过一次次的完整演奏来追求音乐最美的一瞬间。这张专辑是贝刚朵音乐的第13张出版品，也是贝刚朵音乐第一张纯粹用类比方式录制的专辑。我很荣幸能够用这么棒的录音方式保存下这台149岁古董级管风琴美妙的声音。在台湾这片土地，有许多的音乐值得我们保留与欣赏。未来我们仍将持续努力保留这片土地美好的音乐。